让杜老师安全出口往前给我，给我。对，走到那位置，你千万不敢这样啊！你这样你自己一看不行，你有疾病，明白吗？我这样啊，你推完啊就到了，明白吗？三爷，你从那看一眼之后，他一喷你，稍微，你蹲下就行。没事，他跟我好多年，我们一直都知道。到这边已经减速啊，到这边就开始减速。你等他走完之后，你再往前，哎，这样子，前就可以了。一、二、三，三人。我有一个棍儿，香砸在你脸上，其实我说梁梅老师把下一场都给演了，都没有你这个混蛋，你这个死人，你这检查一下回放。别急，后面还有一位。哎，拉我上去！哎，你拉我上去，快！有什么呀？给钱！我讲一下，六千了。那我这儿，把别人来了。太假了，来，
温馨提示：地主有安全防护措施，请勿效仿。嗯，天都往上跑，还是往下跑？